韩姐，我上次说香奈儿的散粉比国货还便宜，算下来单克才19.6块，完美日记花西子都比它贵。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人说一下子掏出590来买一个散粉，确实舍不得。没关系，韩姐一直都是一个周到的人。来看看这位，比香奈儿打1折都还要便宜10块钱，49，算下来每克才8.16块。接下来应该都买了7到8，才19，满意吗？虽然哈，它的价格比香奈儿便宜了10倍，但是它这个妆效可没有打折哦。去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全天10次夸过了皮亚拉的这个散粉，光就这个能看见取粉量多少的黑色粉扑，再加上这个双面网，加上这个扣盖的设计，就能打败一众对手，就不会漏啊。它这儿还有一个盖子，你们就看看这个即时妆效毛茸茸的效果，它不是那种用粉硬要把那个光泽给压掉的那种面粉感，而是那种小 baby 天生的那种毛绒感。现在带妆已经4个多小时了，我是个干皮，4个多小时跟刚上没有区别。接着往后看吧，后面的更有参考性。现在我已经带妆8个小时了，我的鼻子都只出了一点点油，但是这个粉底很完整，其他的这些没有出油的地方跟刚上妆有区别吗？没区别。要是这都还不够种草，那我拿个闪光灯我来拍个照嘛。你们要知道好多散粉都反光的哈，你晚上出去拍照就是一个大社死。但是它不一样，它是不反光还便宜还好用的 Piara， 我都夸过好多回了，都去给我买。